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张吉。今天呢，我要接受 TF 家族趣味小挑战。接下来我就要抽取这些挑战内容。这啥？还要做体操？这不就呼啦圈吗？做不起来，我知道了，因为这有个麦。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不就呼啦圈吗？太难了，换一个吧，老师。如果要换项目的话，你首先要接受一个小的惩罚。啊！跳就跳吧。就这样，台球，是筷子吗？老师，可以吃吗？进不了怎么办？进不了就认罚呗。又要认罚？开始。当你的那个母球进袋了，你就要停止开始，20秒。啊啊哎，这儿四个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这不是四个吗？其中一个是母球呀。老师，你没说母球不是啊？当你的那个母球进袋了，你就要重新开始。我刚故意换了一下，老师。那你要不卖个萌吧，就算一过好不好？啊，我选惩罚。啥？该选卖萌的。啊！这啥东西？哎呀！算了，要饶了我。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啦嘞，噜啦噜啦嘞，勇敢向前进，前进有奖品。机器宝，机器宝做华丽做英雄，机器宝这谁心动了动？哦，机器宝啥来着？哒哒哒哒哒哒。没了，太气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更多独家视频都在 B 站。哔哩哔哩，干杯！